新增工艺库功能可直接调用部分常用焊接预设参数，调用工艺库参数时，材料厚度等参数均可按需进行调整。调用工艺库参数时，焊接工艺各项参数均可按需进行调整。需要焊接宽焊缝时，可以点击工艺库切换为双丝模式。需要恢复出厂参数时，可点击帮助，长按恢复出厂参数，可将修改的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。老板系统调整点焊，连续参数需进入设置页面，步骤相对繁琐。新版系统将点焊类型参数调整集成到工艺页面，方便用户快速进行参数调整。新版系统通过多功能信号线连接送丝机时，可直接在工艺页面进行送丝机的控制及送丝机参数的调整。